学霸学渣挑战画公主，大家来猜猜一号二号谁是学霸谁是学渣。一号公主最喜欢漂亮的图片了，觉得一号公主画的还可以的，可以把你收藏的隐藏款图片分享给她吗？谢谢你们啦。二号公主最喜欢猜谜语和脑筋急转弯，有没有学霸可以分享给二号公主的？如果让你给一号二号打分，你会打多少分呢？我今天又画翻车了，我觉得我画得太丑了，你能猜一猜我是几号选手吗？我这里有几个字，你能找到同类型的字吧？找到的据说都是学习上的学霸和学神，比比看谁找的最多吧。抖音。